我们家太乱了，知道的是卖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收废品呢。鞋子是假的，伙伴，你们要选对，一定要选适合自己的，这样走起来才舒服。山上有个木头人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动，动了就是毛毛头。哎呀妈，这个鞋不适合，走吧。哈、啊、哈。两个小娃娃呀，腾腾撒钱花呀。哎呦我的妈！胖了呀，你吃什么好吃的？你看你的肚子跟皮球一样大了，你要少吃点了，吃不完给我吃。前几天见到比你还大的人物，那么大呀？但是他比你帅。我心里的帅哥就是你这样的。这个娃娃奖励给你吧。啊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爸爸，你太帅了，比我爸爸还帅。哎呀，这小朋友真可爱。妈妈你好漂亮。哎，这个话可以别乱说哈。不是你说的吗？长得漂亮就要喊妈妈。我可没说这些话，快走啦。妈妈下拜。这个不是话筒。给你加工资，今天有没有赚到几块钱啊？没有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没关系，我帮你。加油，爱你给！你怎么穿着你爸爸的衣服呀？又不是没衣服穿。我爸的衣服不会脏吗？你干活的时候穿没事，但是在外面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。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？来试试，最长得快了。唯一会让最小小哥哥帮拿大马上门饭。小花花可爱，我最喜欢了。谢谢爸爸。以后我也给你买。爸爸也有，一起在唯品会收妮妮买的，他家天天打折，可划算了。因为妈妈，我爸爸变帅了。他家一年一度周年庆活动就要来了，价格比前阵子大促还惊喜。再给你买几件外套。你以后都要穿这件好看的衣服，因为妈妈还会喜欢你。这话你还别乱说了。小妮子啊，听说你租新房子了，怎么啦？赚钱了，飘啦？谁说的呀？妮妮还是那个妮妮，爸爸还是那个爸爸。我以前租的那个房子有蟑螂、老鼠、蜈蚣，还有蜘蛛呢。蜘蛛咬我眼，我就打死它了。你看蜘蛛多漂亮，我爸心疼我还住的楼房。你怎么啦？哎呦我的妈！聊什么呢？这是，来把你的脸蛋擦一擦。到了冬天注意保湿，吹风脸蛋还太容易干了，早晚面霜都要涂一下。给你拿了这款松达面霜，是冷大萃取的山茶油精华，新生儿都可以用的，成分简单安全，里面的油霜含量高，保湿效果好，还能以油养肤，主要是质地清爽，涂抹起来也不油腻的，就这样轻轻一抹就吸收了，亲肤性很好，刚好马上就要进入秋冬季节了，它给妮妮用正正好。嗯，妮妮很喜欢，很舒服。爸爸你是我们全场最漂亮的，以后也给你一样。爸爸你还要加油干哦，不然会过得很晚。好的，谢谢。还有呢？好嘞。奶奶你年纪大了，我来抱。哦，孩子谢谢。太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要做好事就会变美蛋。像你这么美吗？哎，我打嗝了，吃饱了，我又可以省一顿饭钱了。小姐姐，你妈妈也对我太好了吧？我们是好姐妹。是啊，是啊。老板娘，你可以给我爸爸一个汉堡吗？好的，拿给爸爸吃吧。太谢谢你了，爸爸，给你一个汉堡。哪里来的？是老板娘。这给你吃。我已经吃饱了，就放心吃吧。为你续弦，骑在我的七千里，为你去学。
你又到吐痰子了？嗯，对，对。跟我一个。你在？你这哪里拿的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给小姐姐抢，小姐姐又跑嘞。小姐姐，你再跑，我就不给你糖吃了，不要给别的小伙伴吃喽。这是谁给你吃的？我奶奶。他为什么给你东西吃啊？他帮了一个大忙。什么大忙？比房子还大的忙，就是那个忙。哪个忙？那个忙，你听不懂啊？还你手机吧。你们学校谁最漂亮？你们班里？嗯，陈一慧。还有比你更漂亮的？嗯，我说这陈一慧更漂亮。陈一慧说她裙子也更漂亮。女孩子就需要穿裙子的。男孩子上不去，男孩子上马桶去，女孩子去游乐园玩呗。我就是女孩子，我要去游乐园玩。你们班男孩子有多少啊？男孩子有那么多。你还是有那不少。好了，你别吃了，吃的够多了，给我吃吧。妈，给我吃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人吗？是不是？没有嘴。啊，他没有嘴是不是啊？啊，我给他换一个啊。啊，这嘴就出来了。他是小丑。啊，他是小丑，没有耳朵是不是啊？那我给他换一只耳朵哈。啊，耳朵画起来。有爸爸，有妈妈，还有，我再换一个我吧。有点痛吧，是不是太大了？那怎么办呀？爸爸，那给我戴个口罩吧。能不能伸出去？合适，合适。合适。我爸爸，你们说不要生气哟。哎呦，是爸爸的老爷们一起跳舞啊。喂，哥们啊，压抑习惯了吃吗？哎呦我的妈。杯子小书包都太阳公公小，请刷牙请记得我是好宝宝，爱妈妈爱爸爸，我要快快长高，一个好妈妈，好妈妈，她是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，生活的时候充满幸福呀。爸爸，你怎么又做黑色的了？手脚又慢了一步。没关系，还有两个阿姨也一样。这小娃娃呀，整个大大便便，喂喂喂，你检查一下。哎哎哎！我来啦，大姐！哦，我红尘客七七八，黄鹂叽叽喳。看小桥流水流到谁人家？